聊天啊，想听话搞定啦。哎，你 sleepy 的是呀？啊，你 sleepy 啊，妹子。我知道了。我们要。我赢叫叫那个比那个啥个样子？比啥个样子？比啥个样子？我会比吗？你会比？我们讲一下。我们目的是要看那个比的分数吗？那你这样子不惩罚我？这样子啊，总之跟回刚才对了吗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哈，我建议是这样，你们三个人这一组跟这一组哈，你们派一个你们觉得最好料的人，你也觉得最好料的人，按个比，然后看两个人的嘴巴，谁嘴巴讲的最快，那就赢哦。我的姐姐啊，姐姐啊 ，A 这边 ，B 这边，谁答的最快就是谁一分哦。不对了，不对了，很乱，很乱。嗯，看谁讲出答案啊，如果是这边的人讲出答案，这边的人有分了。哎呀，不要听啦，就拖人啦，我比我都比你会高。OK， 现在也没有二十题。有二十题就是像刚才这样的。很快的。不过你们这边的人要注意。没有换人，没有换人的吗？没有换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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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换人，你们找一个最会比的人出来。没有 OK。不用，我们的比到了就换打分数，没有时间的啊。现在你现在记住他们了，打完三题就随意啊。你记他们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八十分题的一定要打到完，一样啦，一样几分钟，三分钟。如果是说他们达到了准的话，我们也是要放弃了，那没关系，那没关系啊。OK， 让我说，老板都要让我说。啊，该你工作呗。要给四分钟啊，要不要？像不会我们有问题多、啊。像刚才又可以了吗？三分钟就可以了。像刚才又可以了。有二十题这样多哦。有啊。三分钟一组一。没有，等下在 PK 又在怎样？不要。等下我。能的啦。不要打了。你到底不要喂？如果他会比，他可以换我们去比的嘛。一个人比到完就对了啦，一个人嘛，拍最强的了就讲。升旗白马。一个人比到完就对了。刚才换人是因为要给人乱，但是我们要免换的，免换的，我这边观众要听得很清楚，这边观众然后听得很清楚，犯错的东西。嗯。只能看一点嘛。哈，只能看一点。一到，全部等你到边啦。我都不听不下去。他放弃了，他们能放弃了？谁要干爹？假班塞有人。谁要干爹？